院林县政府在6月15日在85岁以上的老人家住院封锁，对这三天的时间，总共有9825人完成注射。21日院林县十个设施停一天，在80岁以上的老人家来住。不过现在一场住院后死亡的案例更传出，韩国美国几乎250万的莫德纳疫苗，据说今年来注射的老人家无从安详的安度。工作人员交上配写注意防射的基本资料，各有医生一个一个问诊，那是无问题，护理师就会将配注意防射。那是行通无利片的老人家，轮班注意疫苗站也贴片规划疫苗的来做，将配五十多车也是在注意防射。阿伯，你哪有输亏？针对完全没有办法移动的长辈，他已经在家里移动到车上了，所以我们的医生跟护士就到车上来看诊、来观察、来施打疫苗，这个非常贴心窝心的服务，所以我们特别看看这个所谓的得来术是怎么做的。云林县托新感染为85岁以上的长辈注意防射，总共有9825个人注射嘞，比率是56%。云林县2021年实施第一波注意防射，不过来注射的长辈比第一波少一多。文博向公众认为，除了当场注 A Z 疫苗了后死亡案例之外，轻症原因可能是民众想注莫德纳疫苗。是 A Z 疫苗是老人猝死的个问题，加上经过脑部，吼，啊，长医个会听出讲，250万剂个咧莫德纳疫苗和日本台湾，所以建议可能现在是三个人吼，可能要较减较少一点。万一若有外出外的囡仔，还是遐子孙若回来，你若万一呢，伊若去用感染，唔知恁你若无注，你若感染着阿公。对，也是阿妈安尼感染着，对咱的颠倒风险更加大。文博乡合府天一波注射对象有800万个人，不过来注射只有300万个人，比率并无高。文博乡公所表示，下一波注意防射的时间还蛮靠天，同时目前疫情还能严重，所以呼吁合府的对象爱关掉来注，安尼将使得保护自家也保护武康人。客家新闻李新龙。云林报道。